Hello， 你来自于哪里？新加坡。你有什么歌是很喜欢的吗？雷桥、浪人情歌、挪威的森林，这些都很好听。你都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铁粉来了。哇，哇，差250就变500了。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吗？我爱你500。你知道现在播这个这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吗？你是我的花朵。这样你可以写出一个你最喜欢500的歌曲吗？写出。我没问题。还什么？被动，来唱唱唱。来，这个板板，然后我们要给500的。这个板板，我们要给500的。你来自于哪里啊？台湾。哇，这么老远道，就是特地今天飞过来这边看他演唱会吗？昨天来的。从1998年，我10岁的时候喜欢他，到现在。1998年，对，哇，10岁就到这边，哇，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，好久好久了。那应该你对他的歌很熟悉，对吧？可以唱唱来听听吗？是否已认识你？那头也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OK OK， 那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？是他今天有上新纯白的起点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，因为我凌晨的时候就开始听了。真的吗？对，非常期待他6月16号新专辑的发行。哦，那我也很期待他等一下在演唱会，希望他可以唱这首新歌，对，没错，非常期待。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来了。这个大家晚安。这个唱歌不难，最难是讲话。现在是我最辛苦的时候，因为其他你们都会帮我唱，因为其他你们都会帮我唱，你们都会帮我唱。哈哈哈！啊，要被你们好。
们好，大家你们好，加油！小猪，我们不用练团了。记得分享哦。